我以为他会翻车，没有想到他直接逃过了警察的追捕，这招帅。Hello， 我是菲菲。作为高级生物的人类，一定是拥有特殊技能的，所以今天我们来一期满级人类，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如有一位觉醒，可以释放生死。死神赶得上你，装也得装一下吧。如有一位绝技，非你十方生死。真的有神吗？火影术，如有一位绝技，非你十方生死。从小就要抓起，哇，真的好帅。这是爬到了十米开外吗？爱情不是随便许诺的，好了，不想再说了。又学到了，学到了。最后一个单身狗们，赶紧学起来，这招一定灵。原来每一个人都是身怀绝技的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技能呢？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明天是美好一天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